大家好，我是茄，今次会带你去深圳一方城食贝贝煲海鲜大餐。这个二人餐好抵啊，每人只需要90多元就可以吃到5个餸加1个蔬菜和主食，包埋饮品，有超足料的贝贝煲，即叫即切的新鲜牛肉，脆肉皖鱼腩好晶莹通透啊，避风塘炒蝦还可以连壳吃埋，还有游水基围蝦，想知道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我们一起出发啦。今次要去的餐厅是位于一方城，由深圳湾口岸过关是最近。我们由口岸过关之后就用微信 call 车过去，价钱都是20至30元，20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到。我们由一方城 A 门落车，如果搭地铁都很方便，由保安中心站 F 出口出去，向左转就直接到一方城 A 门入口。一方城是深圳最大的购物商场，里面有时尚品牌、超市、餐厅、生活用品等等，超过500间店铺，还有8层楼咁高。我们吃完饭会行下街，入到商场落去 B1 楼层，落完电梯之后向右行，会见到玻璃门，行出去向左望就有一个大屏幕，向大屏幕的方向行就会见到老成仙小海鲜火锅。餐厅有室外和室内的位置可以坐，入到嚟觉得几简洁明亮，见到有啲二人嘅座位。餐厅装修用咗深色拼橙色嘅配搭，亦都有啲4至5人嘅座位，仲有自助酱料吧，都有好多种类。上边仲放咗番茄仔同零食。佢个酱油配方有5部曲，等我哋跟住佢捞啲酱料试下先。落啲葱花、芫茜、辣椒、蒜蓉，最后就落啲秘制酱汁。啲嘢食到齐晒啦，真系好丰富。除咗个虾滑系我哋另外加，全部嘢都系套餐包埋。我哋今日食打卡必选双人套餐188元，锅底我哋拣咗贝贝鸳鸯锅，招牌就拣咗现切牛肉同鲜脆肉皖鱼片，经典拣咗鲜活基围虾，下边拣咗避风塘炒虾、蔬菜拼盘同粉丝，仲有一大盎金桔柠檬，每人100元都唔使就有咁多嘢，真系好夸张。睇下个 menu 仲有咩食先。听讲佢啲蚝都好大只，好出名，仲有牛肉吊龙都好新鲜。不过个套餐已经好多嘢，我谂我哋嗌多一样就够啦，再多都食唔落。呢个虾滑一定要叫，因为系佢哋招牌，仲系新鲜手打，咁就试下啦。啲蚬煮开口就可以食啦，啱啱开口就最鲜甜。鸳鸯锅一边是麻辣汤底，另一边是蒜蓉汤底，蚬的份量真的超级多，好吸引啊！随便滗都滗到5、6只上嚟，都几大只，同埋好新鲜，冇腥味，肉质弹牙，食得出是新鲜。每隻蚬餐厅都会提前低温静养套沙，所以食落啲蚬是冇沙的。试埋麻辣汤底先，汤底睇落咁红，唔知会唔会好辣呢？比起蒜蓉汤底，佢系更加香浓一啲，辣到大概系平时米线铺麻辣10小同5小中间，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到，唔算太辣。原来佢个麻辣系有后劲噶，越食越辣，但系又越食越上瘾。坐低冇几耐，我朋友已经食咗劲多只，真系食到停唔到口啊！
跟住就试下呢度嘅热门菜式虾滑羊背背。呢、这个虾滑好特别，系成嚿羊喺只蚬入边嘅，而且非常饱满，造型好靓，啱晒打卡。是手打蝦滑嚟，通常蝦滑是將蝦肉打成膠狀，依度同一般蝦滑好唔同，可以見到一粒粒蝦肉，口感好扎實，有啲似蝦餃餡料，彈牙有蝦味。試下呢嚿麻辣湯底煮成嘅蝦滑先，可能呢嚿煮得比較耐，啲蝦滑吸曬啲湯汁，比較野味一啲。这个避风塘炒蝦虽然是套餐包埋，但是份量都不少，目测有超过十只蝦。本身我仲烦恼紧点样剥壳，原来这个避风塘炒蝦是可以连壳食，好方便。外面炒到金黄香脆，外脆内软，好好食。椒盐调味啱啱好，不会太咸，好香口。依碟菜式好有惊喜。呢度牛肉都是现叫现切，是新鲜牛肉。平时冰鲜牛肉会硬斑斑，呢啲牛肉睇得出是有弹性啲。牛肉颜色粉嫩，食落去软熟嫩滑，唔会硬。牛味比较浓郁啲。平时一碟鲜牛肉都要几十蚊，呢、这个套餐包咁多嘢，真系几抵。等我点啲秘制酱汁先，酱汁甜甜地，同牛肉几夹。这个基围蝦造型好特别，打卡一流。啲蝦本身喺鱼缸游水，即叫即捞上嚟先煮，够晒新鲜。啲蝦都几大只，蝦壳好薄，剥咗壳之后见到色泽好靓，蝦肉好鲜甜弹牙，豉油都唔使点，直接食去原汁原味就最好，冇调味先可以食得出佢系咪新鲜。脆肉丸鱼片好新鲜，望落去是晶莹通透，切得好薄，剪开是看到蝴蝶图案，放落去十几秒就可以吃，见到鱼肉微微卷边就可以捞起。鱼肉不会容易煮烂，而且不用点酱已经够晒鲜甜，不会有腥味，肉质紧致弹牙，口感爽爽脆脆，不过有少少骨，食的时候要留意一下。蔬菜拼盘有成六款嘢食，有粟米、蟹柳、金针菇、唐山菜等等。食完咁丰富嘅海鲜餐，食啲蔬菜感觉清新一啲。这个套餐还有一个主食可以选，我就选了粉丝，因为粉丝可以吸晒汤汁的精华，不会浪费了那么正的海鲜汤，可以看到每条粉丝都吸晒汁，吃下去有蒜蓉汤底的味道，又有鲜甜味，今餐吃得很满足。总括来说，我们都很满意，全部东西吃都很新鲜，值得一赞的是吃落成煲蚬是一粒沙都没有。我私心推介避风塘炒蝦，皮脆肉弹，有惊喜，每人不用100元吃到五道菜的海鲜餐，连埋蔬菜和主食，性价比真的很高。这个套餐还有很多其他菜式选，大家试完可以告诉我好不好吃。吃完饭可以在一方城行下街，这里有很多潮流品牌，行街买衣服都有很多选择，还有很大间迪卡侬，不知道跟香港有没有分别呢？落去 B2 层就会见到有间精品超市，比较多进口产品，价格都是相对比较高一些。我是阿茄，大家记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按旁边的钟仔，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